不少公开露面的詹雅雯，销售不少的身形，走上台也需要有人搀扶漫步，忍着病痛替庄瑞雄站台献唱。 詹雅雯用心炒热气氛，但一旁的庄瑞雄看了眼神，竟是心疼。4月6号即将动大刀的詹雅雯，看到现场屏东乡亲加油，终究泪崩。 雄造势晚会走温情路线，一早继续到市场，沿途扫街逐一拜票。立委钟嘉宾则是有扛出帮忙，诚恳拜托，陪在一旁的是林佳龙老婆廖婉如。钟嘉宾团队打夫人牌，在传统市场做最后冲刺。周春米找乡镇代表以车扫一路寻求支持。我的儿童政策就是希望把屏东建造一个屏东大乐园。 民进党屏东县长初选4月6号到8号进行电话民调，现在关键倒数计时，不管是温情造势，还是大咖助阵，各参选人寻求最多支持。三立新闻朱俊杰来宾乡屏东报道。